谢谢我们的大会司仪，大家晚上好。我当本区国议员许崇信医生，双溪古业区州议员梁作金律师，我们的葛兰基区州议员曾富载同志、崔慈恩同志、曾泽敏同志，在场的所有的支部同志，金宝的兄弟姐妹，大家晚上好。首先，小弟今日觉得好感动。头先风大雨大，但系大家都系一样风雨不改哦，同我哋一齐风雨同行，风雨同路啊！现在雨过天晴，代表行动党，只要我们坚持改变、改朝换代，指日可待。大家都是为了下一代，好冇？各位，头先我哋嘅呢排啊，呢几日马来西亚风风火火，好多大事发生。最轰动嘅就系呢排有班老千系咪出嚟，又呃到好多人咩？吓、啊，条你讲啊，俾10蚊攞翻100蚊，俾100蚊攞翻1000蚊，啊，又有好多人信啊，真噶，唔系你信咋？啊、最少有30万的人，一间公司可以呃30万的人，哦，好多人而家都系中咗咯，系咪？中咗招咯、啊！我同大家讲一个故仔先吓。哦、啊，嗰日金宝有一个乞衣嚟，知冇？佢新生嚟嘅时候冇人相信佢，佢同我讲：你俾我1蚊啦，你写低嗰个1蚊后面写你嘅名地址，我揾到女就俾翻你。咁我有几个人就可怜佢。就俾咯，係咪？俾1蚊寫個名啊，梁作經電話號碼寫埋。阿美係咪嗰個乞衣？哦，佢收工嘅時候有 Benz 嚟載佢，知冇？個 Benz 嚟載佢，佢就一間一間屋去派女，知冇？之前啊，嗰、那個梁作經啊，俾10蚊啊，佢就俾翻佢啊11蚊啊，哇！咁大家全部有收到女嘛，係咪？好歡喜，知冇？咁第二日嗰個乞衣又嚟喎，佢講咁樣啦，你哋今日俾我50蚊啦，我俾翻你100蚊。哇！咁啊，人哋睇到，誒，尋物佢講俾有俾嗎？嚇、啊，靚喎、哦，係咪信得過喎、哦？哇！咁啊，就俾佢50万，佢又寫低嗰個名字冇啊？有冇由一間一間屋去揾你啊？你俾佢50万，佢俾翻你100万，哇！爽都唔識得講啊！第三日佢又去金寶個巴沙，唔使佢打廣告啊，全金寶嘅人啊，一聽到佢嚟啊，財神爺嚟咯！快快脆哦，系咪？同佢講啊，哎呀，今日俾幾多？今日俾200得冇啊？冇俾我啊，冇俾50咯，太少喎、啊，俾多啲好唔好？咁佢又收咯，收200蚊。咁你佢又俾翻你喎、啊，200蚊俾你400，你俾佢400，佢俾你800蚊。哇！大家歡喜到老豆叫咩名都唔識得講啊，係咪？咁樣過去係咪？成個月過後啊，佢嚟翻嚟嘅時候啊，佢金寶巴沙唔使講啊，同你講啊，金寶排隊到二寶啊，因為大家知道有寶就唔好走寶啊，啊有金寶又有二寶，係咪？大家就唔使走寶啊，就排隊排到二寶，全部人都嚟啊，成個市場啊爆曬喎、啊，哇嚟咯派錢咯、啊，嗱呢排唔係咯，嗰、那個 Andy 係咪？唔係梁作經啊，有啲係咪金寶裏邊嘅物質啊，沙窿攞嚟當啊，攞嚟賣啊，有啲棺材啊，棺材本全部攞出嚟啊，後生仔啊，老婆本都老俾曬佢啊。我係知道嘛，今日俾你10000係咪？聽日攞翻100000喎、啊，哇係咪？老豆叫咩名都唔冇中意唔重要啦係咪？阿咩咧過一個月過後啊，嗰個乞衣又嚟金寶業，哇全部掃曬。咁你等嗰日就31日31号啦係咪？咁我等大家等一號咯，一號嘅時候啊，哇全部人嚟排隊，一號個乞衣走唔見咗咯，影都冇曬咯，係咪？啊！我講嘅係咩呢？影到冇曬咧，阿尾咧，淨大家睇報紙就睇到，哇！嗰日佢俾金寶嘅人俾咗400-500万，而家佢掃一掃係咪攞咗4-5亿走人咯？啊！呢、這個就叫咩嘢？呢、這個叫老千係咪？呢、這個叫老千就係、是、呢、這個叫 money game 啊 ！No money no talk 啊！啊！你講係咪啊？呢、這個啊老千唔係嗰個細嘅，你知冇？事實上啊，而家你睇馬來西亞咁多老千啊！個個都係同邊個學嘅，知冇？個個都係同我哋嘅阿接哥學嘅。阿接哥就係全馬來西亞最大嘅老千 ，OneMDB 就係全馬來西亞最大嘅老千。我點樣講啊？唔係喎，我同水巡許崇信醫生，我哋兩個傻佬去國會裏邊就粉呢個阿接哥。佢好大聲同我哋講，你睇。阿接哥講咩咗？佢講我哋 OneMDB 係馬來西亞最成功嘅經濟奇蹟嚟嘅。嗰間公司係咪本錢100万，而家資產超過500亿，
唔係 money game， 幾犀利係咪？100万變到500亿喎！你睇馬來西亞邊個最犀利搞 money game？阿接哥啦，系咪？但系呢个500亿系咪系假嘅嘛？唔系佢500亿资产喎，系争人哋500亿啊，大哥！阿妹呢500亿咧，边个系最大嘅傻閪？投俾谷阵嘅最大嘅傻閪啦！因为点解呢个500亿你老豆俾咩？你以为阿接哥自己俾啊？你俾嘛？嗱，今日报纸睇到咯，系咪？呢、这个 money game 爆咯，烂咯 ，1MDB 嘛，哇，个个人咩咩姐姐啊，谂住定人哋仲谂住系台湾嘅歌星姐姐林俊杰喎、啊，系咪？喂，姐姐哦，姐姐普通人哦，哈，啊，仲有一个话、啊、他的装扮人名字都很搞笑，名字叫李宗盛，你如果帮我找到李宗盛，记得叫他找林忆莲帮我签名一下。哎呀，呢、这个马来西亚真系好，一日唔死系咪？日日都有笑话嘅。哎，我同你讲，个个睇到阿招哥呃咗冇事喎，系咪？做咗大佬签冇事，咁样大佬签冇事，同人一句话讲嘛，上梁不正下梁歪。大佬啊，老大是这样，下面各个老千跟到，哇 ，1MDB 咁好搞，搞咗500亿，我哋唔出嚟炒5亿、10亿，对唔住自己老豆啦，系咪？所以讲死唔死啊？你拣到咁样嘅，而家呢个500亿边个俾？啊，今日睇到报纸啦，终于啊，你傻閪醒咗未啊？我系问啊，真噶，仲有人仲十分唔醒噶？嗱、啊，今日报纸叮叮咯 ，1MDB 爱俾几多女？哈！呢、这个12月不俾啦，12月清明节过咯，烧钱连罗王都唔会收啊，系咪？啊，圣诞节嚟嘅，圣诞老人同你收现镭嘅，唔同你收嗰啲吉嘅。啊，我俾边个俾？佢俾几多镭？35亿美金，乘四啊，180几亿。这个钱点样俾？我哋发火箭党就去查，发现到呢个又系另外一个大佬签嚟嘅。之前 1MDB 同呢间公司。哦，嗰、那個係阿拉伯嚟嘅，阿布達比嘅，叫咩 ？IBIC 嗰間公司 ，ICBC 啊，啊，係咪簽咗合約咯？假嘅合約咯，後尾過咗數嘅喎，之前已經過咗數喎，35亿美金，100几亿，你俾你老豆、你老婆、你老公俾噶，俾再翻100几亿係咪？而家係咪？佢講又愛俾第二筆喎，之前嗰個100几亿就係咁樣算曬咯，算數咯，再俾多一個。就好似讲你买一堂车俾两次女，买一间屋俾两次女，你制你制唔制啊？你制唔制？一定制啦，系咪？但系我哋就有咁样嘅跟诊政府、笨贼政府，当我哋系傻閪嚟噶噃。而家就系咁样啊，唔系咩？系咪？系咪？系吗？报纸都有登咯，而家电视都有咯。嗱，咁样搞落去吓，我同你讲，恭喜发财咯！啊、今年大選，如果阿嗰只雞唔死係咪？啊，河馬繼續係咪？我哋馬來西亞咧，恭喜大家啦 ！GSD 起到18先啦，大家一齊去荷蘭啦！啊，你唔好講，你唔好報報税喎！啊，大佬，你有買底褲冇？個底褲你俾有俾老巴先啦、啊！你同你老婆做嘅時候有買嗰個003冇？都愛俾老巴先啦、啊！啊，你一隻又係咪？你富貴心中嗰度報到嘅時候啊！啊！你報名係咪？富貴心裝報名啊！多俾老巴先 GSD 咧。你如果香咗之後係咪？你請嗰個南無佬嚟啊！跌多咯，跌多咯，掂掂掛，掂掂掛係咪？多愛俾老巴先啊，大哥，醒咗未啊？食鹹魚都俾啦，同你講。嗱，但係咧，阿羅斯馬中意食嘅龍蝦唔使俾 GSD 喎。嗱，我同你講啊，呢、這個月開始。我哋嘅國家政府而家走水走到冇女係咪？點樣走？而家同你講之前啊，我哋食嘅 Maggie 麵啊 ，Maggie 麵係冇 GST 嘅，但係而家走到冇得冇水咗係咪？揸咗乾咗呀！下個月開始啊，食 Maggie 麵啊 ，Maggie 麵窮人食嘅多愛俾六巴仙啊！仲有你食嗰個乾撈麵啊，嗰個 Laksa Green 啊，白色嘅一個大條米粉啊，之前唔使俾，因為嚇。啊平貧民食嘅，大家都辛苦嘛，冇俾噶嘛，而家都加埋六巴仙落去，呀，買底褲又中，買奶粉又中，係咪？買要咩嗲嗲又中，啊，買咩都中啊，買棺材都中，啊，咁樣嘅政府你仲選佢？咁樣我哋唔係傻閪係咩咧？咁係傻閪啊！你講係咪？所以講啊，唔係俾佢呃阿伯喎，
十八岁被人呃到插十八岁喎，啊，六十年都仲唔醒啊！所以而家佢点样呃啊？我哋嘅阿志良哥之前系咪？之前嘅金宝嘅国会议员，佢叫个丹斯利油屎桶嘛，系咪？个油屎桶好有女噶，啊！而家个油屎桶退休咗，咪紧急个阿良哥出嚟。阿良哥好嘅唔学系咪？人唔可以做鬼喎、啊。是咪？哦，一間綁板廠是咪？真係喎、哦，一間板廠三十九個人住喎、哦，我都唔知喎、哦。樓上住吉靈人喎、哦，下中間嗰間住馬拉人喎、哦，樓下住唐人喎、哦，真係冇協包啊！你信冇？你信冇？你叫李志良同嗰個印度大哥一齊瞓下啊，同嗰個馬拉婆一齊慳瞓下得冇？我都諗唔通喎、哦，佢哋做得出嘅喎、哦，一間屋三十九個人住係咪？係咪三十九個啊？嗰、那個。你阿良哥是这样，他的助理尴尬不似人，好的不学人，年纪轻轻，是不是很胃口啊？哎哟，这个后生仔就没得救了，他看他时候这样做，是不是他就是这样做，他去华龙山村做村长，华龙山村有十二条路，他再整一条第13条路出来。我哋阿波仔住嘅金寶啦，五六十年都冇唔知道華龍三村有13喎、啊。你睇咁樣嘅做得出嘅，係咪仲冇相干喎、啊？係咪？佢唔係響呢度金寶人嚟投票啊？佢咩啊？白坑洲入口啊？係咪？佢哋覺得個白坑文東榴蓮好食係咪？人都入埋買埋嚟金寶投票啊？你講呢個係咩嘢嚟嘅？呢個咩政黨嚟嘅？是不是你个笨贼政党，我哋就送佢去富贵山庄啦，好冇？岂有此理啊！唔讲又自火，越讲就越撞火。所以讲唔系我哋去撞火嘅节目，一做到任无可忍啊！啊，任无可忍，无需罪忍啊，系咪？岂有此理啊！越嚟越似样，你爱选你出嚟选，一人一票。但系边个赢，金宝人决定，唔系人鬼你决定，系咪？事实上你都唔使投俾黎智良啦。上个礼拜我睇佢去恩加顺巴几开心啊，系咪？嗱，你唔使你好，你选佢赢佢做国议员，佢输佢做副部长。咁我问你，做副部长好咧，做国议员好咧？系咪做副部长好嘛？系咪？所以咧，俾佢输多啲，佢官民越做越大。咁我叫到堕落，你求神拜佛，叫你哋讲冇投我啦，冇投我啦，我输咗我就去行后门。嗱，你睇我唔做唔到各位，我做生议员、常议员一样嘅，呢个系妈话嘅文化嚟嘅，输咗冇相干。唔止系男仔系咁样，女仔都一样。女仔记得冇？有一个家争补选嘅时候，嗰个名字叫周美芬，讲古话叫炒米粉。啊，佢中意炒米粉，系咪？炒米粉点样讲？佢选赢咧？做一个州议员加增补选嘛，记得冇？输咗更加好喎、啊，输咗可以去上议员，上议员安格松巴做妇女家庭发展部副部长，几好？赢做州议员，输做副部长，所以下一届大选金宝一国三州全部俾国阵输输输，好唔好啊？可唔可以啊？可以啊！大家讲可以啊，靠大家噶，因为点解金宝好重要？金寶愛贏我哋馬來西亞改朝換代，正有可能。我同你講，馬來西亞而家政府呢個政府就係老千嚟嘅。啊，聽日放假講多啲故仔俾大家聽。唉、哎，今日咧睇到有我同你講啊，頭先我學一句話啊，華文壁虎，廣東話叫冚蛇，係咪？鹽蛇喺度，你睇死咗你！我都講福州仔唔可以講廣府話嘅。啊，鹽蛇，鹽蛇啊！有一日嗰只鹽蛇就喺嗰度擦玻璃。后面呢他没注意到就有一些很大隻的鳄鱼，是不是鳄鱼看到哇可以吃它了，但是那隻鹽蛇很奸的，很狡猾的，他知道哇死了，你如果没不快点那个鳄鱼一下啪撕掉了，是不是尸体都没了，是不是他马上转回来，是不是抱住那个鳄鱼，你知道吗？鹽蛇抱鱷魚做咩嘢？佢叫佢咩喎？媽咪，鹽蛇叫個鱷魚叫媽咪喎，係咪？嗰個鱷魚睇到咁細只嘅鹽蛇抱佢做媽咪，佢真係哇感動到，哇個眼淚一滴一滴咁樣流翻落嚟，佢抱住佢講：阿仔啊，
唔知道点解你咁瘦咗啊？我哋鳄鱼全部咁肥咁大只嘅，你哋你会搵唔到食啊？变到咁细只咁瘦嘅，我带你翻屋企做啊！我请你食多啲嘢啦。你睇呢条盐蛇几犀利，系咪？鳄鱼都呃得到。事实上，我同你讲啊，嗰、那个盐蛇就阿接哥国陈政府，你哋就系嗰个鳄鱼嚟嘅。你谂住你好叻系咪？啊！最後啊，全部會影呃。如果唔係嘅，我問你，如果唔係啊，國陣點樣呃呃你60年啊？第一屆大選係1957年啊，1957、1967、1977，我哋都做咗笨柒啦，係咪？啊！到而家2017咯，係咪？60年咯，仲唔換政府啊？底褲都著爛啦，仲唔換啊？係咪？所以講嘛，我哋如果個國家一個國家，全世界民主潮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呢个系天下大事。改朝换代，政党轮替，全世界都系咁样嘅。台湾换咯，系咪？泰国换咯，英尼换咯，柬埔寨换咯，最冇可能换嘅缅甸啊，系咪？军人执政缅甸，昂山素姿都换咯。我哋马来西亚等乜嘢啊？换政府唔会死人嘅，同你讲，你睇槟城如果换咗政府，槟城人死咗未啊？是不是越賣越嚟越好，是不是雪蘭俄州的換了政府死了沒有啊？沒死嘛，越嚟越好嘛。欸，我不是這樣吹水的，我跟你說了，如果你去檳城生個仔給200，你金寶生有給你嗎？我們開日日高會給你一針錢嗎？一針都沒有啦，是不是有你水就有咯，是不是你檳城生一個給200，生兩個給400，是不是如果年头生一个，年尾生一个，几俗数你知冇？啊，你仲冇相干喎？诶，佢去报名读书，林冠英又俾你1500蚊喎。哦，佢阿妹又冇相干喎。做工嘅时候系咪？啊，如果你嗰个揸的士嘅，林冠英一年俾你650蚊。如果你系捉鱼嘅，哦，唔使自己嗰个啊，捉鱼嗰个网啊，都唔使买啊。年头林冠英送一摆俾你，年尾又送一摆俾你。是不是如果是那个拉三轮车的更加着数，连林冠英一年给他1200蚊，这样啊，不知道这样有给知道吗？啊，家庭主妇啊，回家凑仔啊，老公没有出粮给你啊，林冠英都出粮给你啊，是不是家庭主妇基金每一年给100蚊啊，不是说等大选啊，每一年都给你的啊，那个什么啊，老人家乐龄人士60岁以上有名的直头俾一届大选5年俾500蚊俾你，1年100。州政府啫，州政府冇累嘅，槟城细细个州都可以俾到。哦，雪兰莪州更加犀利喎，雪兰莪州哦，如果唔止讲生仔有分，系咪做工有分，读书有分，林槟城俾嘅雪兰莪一样俾。而家雪兰莪州更加犀利嘅系咩？知冇？结婚都有钱分啊！啊，三郎哥俾750蚊。三兩又750蚊，仲未擺酒，佢仲未去金陵擺酒就收咗1500蚊，好唔好啊？爽唔爽啊？愛唔愛啊？愛係咪愛做乜嘢啊？換政府啦，好唔好啊？誒唔係咁樣啫喎，但係先講明喎，啊吹小三冇得比喎，啊你跌翻第二次冇得比喎，吹第一個老婆有比啫嘛，啊先講好嚟啊，啊都冇相干，阿妹係咪生仔有？做工有，读书有，结婚有，仲有哟，死咗香咗，有咩冬瓜豆腐，政府都俾。槟城州细细个，俾几多�？1500蚊。雪兰莪州有更加管理得更加好好啊，更加多资源啊，俾几多løy？2500蚊。死咗咪棺材啊，州政府都俾啊，啊2500蚊，写白金俾你，祝你一路顺风，唔系咩？不是一路顺风咩？啊，去边度我就唔知啦，上天落地唔知啦，吓啊呢、这个我唔知道。但系点解我问大家，点解换咗政府？头先我哋嘅呢个国会议员讲，哇、啊、金宝培完读中好惨啊，系咪年年都筹款？你睇我哋槟城同埋雪兰莪州嘅读中几好命啊！而家每一年啊制度化拨款，变成四间读中，1年200万，1间500千。不用筹款，时间到，林冠英钱就送到，你讲爽不爽？讲到做到，有料到。阿妈换政府，虽然我都一样，华小也一样啊，印度小学啊，斯科拉达咩就俾全部公平，连国民型改制中学也给，这就是
宽政府的好处。咁我话你问我，诶，咁我哋乱咁洗镭，政府咪好快冇镭？唔系话你睇翻成州之前边个做？之前嗰个民政党、蚊政党嗰个许志庚，系咪？许志庚啊，鼻空大大嗰个啊，佢做啦，谷阵做五十年啦，剩翻几多镭？六亿唔够。哦，头先我打俾林冠英，佢同我讲，而家我哋翻成州咁样俾镭俾人民。但是呢政府没有水，所以有水可以分水，大家就一阵不用散水，还可以捐水、啊、你看多好啊，槟城州六亿变到十六亿。雪兰莪州，雪兰莪州多少？雪兰莪州犀利咯，给了这么多了，是不是之前那个掹牙佬做的时候五十年剩下百亿，今时今日那个多哟做的就剩下百亿，今时今日阿斯宾阿里做剩下三十四亿。你不相信自己去国家银行查，全部有的。所以马华呃你换政府会死的，换政府底裤冇得着啊！但我同你讲，换政府佢哋就冇得着底裤咯，你哋就好日子过啦，系咪？所以佢咪呃你咯。槟城、雪兰莪州点样做？我哋北拉州一样会做。北拉州做十一个月，我有信心，我哋不只会做得比金槟城好。我们做得比全马来西亚最好的州政府就是我们北拉州，不像现在黑人牙膏做死了，你看我们这个做什么鬼？北拉州之前最有钱的州，搞到现在今时今日成马来西亚最大而穷的州，最穷的州是东海岸吉兰丹，最穷的北拉州后面算的第二名，最大而穷的我们的州，是不是说到没有人相信啊？有啊，超過三分之一的人每家庭每家每個月賺一女少過二千元。我們北德州、哦、這個州政府吹水就一流，可以空土支票。剛才嘛，我們的許重純醫生說到了，是不是金寶醫院現在、啊、燒那個銀紙就有了、啊、醫院就不見了。不是你金寶這裡沒有啫，我今天就跟你說啊，國陣政府怎樣騙我們北德州人民。2006年他就应承宣布我在哪里起新医院巴黎半德，2006年、啊、到今时今日11年了，是不是巴黎半德医院在哪里？在中国，不在这里，没得起，没得。第二个2011年、2012年在金宝，四个部长来又宣布了，是不是2012到今时今日金宝的新医院在哪里？新医院又没了，又呃人了，是不是第三，2013年他又宣布了，去 Sri Iskandar， Sri Iskandar 怡寶這裡去半個小時，是不是 Sri Iskandar 在新的醫院，今時今日已經2017年了，醫院在哪裡？富貴山莊就有了，醫院就沒有了。不是騙一間，每個地方都騙啊，跟你說、啊、之前又宣布了，是不是宣布什麼？我們北拉州去 Sri Iskandar 在新的國際機場啊，機場啊，飛機就沒有了，放飛機就有了。過每一次都是騙我們，騙到六十年還有人還不醒，我都不知道想什麼，是不是還等什麼？等到幾時？我們馬來西亞現在出名，我跟你說真的很出名。我去到哪裡親的講到我自己，是不是甩蛇都不會說。我去年去了歐洲拿 passport 出來，個 immigration 喺度 ，Where do you come from？ 我好大聲 ，Malaysia， 嚇、，You come from Malaysia？ 佢又坐，走 ，You go， 幾冇面你知冇？人哋睇到笑我哋啊！我哋馬來西亞嘅首相係賊嚟噶，我膽大聲講啊！呢位馬打唔拉我，我都拉咗十一擺咯，大哥。哦、你仲笑啊！我拉你，我仲拉你就笑啊！岂有此理啊！啊，火箭党帮你牺牲啊！咁样求你一张票都咁艰难咩？系咪？我哋可以企喺最前边，咁样啊支持一下。我好公道嘅，你俾火箭党做五年，做政府做五年，你做得好，你继续支持；做唔好，你换翻国阵，公道冇？公道冇？公道咁样换啦，公道系咪？好公道噶嘛？你俾佢六十年。我政府是他老豆的，不可以換的。
回教党换咯，回教党。啊，回教党暂迟啲讲，我同你讲，回教党而家就系同马华一齐瞓觉噶啦。啊，佢今时头先已经宣布啦，佢同公正党一刀两断啦。啊，靓咯，咁样啊，咁样嘅局势就好清楚咗咯。啊，下一届大选系咪就系、是、白格登希望联盟对边个？谷振嘉回教党。啊！而家馬華蚊精就係換回教黨一齊挨嚟挨去包制一次，哈哈！睇佢點樣死啦呢排。嗱、啊，同你講，唉、唔係咩？邊個咦？淨係白痴唔知道而家回教黨同毛統合作啦。啊，白痴都知啊，係咪？如果冇毛統嚇、啊、批准嗰個咩阿幺幺三五五，你以為係嗰個多多嘅文字啊？係咪？嗰、那個是咩咩咩伊斯蘭形式吧？可以上國會咩？冇可能啊嘛，係咪？點解可以？毛統馬華真誠噶嘛？冇國陳批准，國會可以俾佢通過冇？冇可能嘅事嚟嘅，係咪？佢哋係政府喎，我哋淨係反對黨。政府冇批准，國會會通過法律咩？有咁係咪？呢個最基本嘅民主常識，大家都知噶嘛？啊，所以而家回教黨同國陳一齊好咯，咁樣啊，馬來西亞有救咯。下一屆大選，我哋選邊個？啊，希望聯盟係邊個？啊，林吉祥咯，林冠英咯。啊，仲有咯，路馬咯，馬爹咯，啊，牛閉，你講換政府，我同個人冇咩信心，但我呢排係咪呢幾個月同路馬走咗，我越嚟越有信心啊！啊，我同你講呢個真噶，真人真事啊！我兩三年之前，我個選區係怡寶舊雞場嘛，咁啊過年過節，我哋咪去嗰個市政廳嗰度啊，揾佢哋啊，啊俾下金啊，啊俾個遞吉遞利啊，就係、是、咁。我之前同佢哋講政治啊。哦，係咪？哎呦，你佢哋就按下咩？嘘，外邊就按只狗喎，難啲哦，你都成日跟佢 transfer 啊，細細聲你冇，俾佢攞送金俾佢，佢都唔敢攞啊。今年我去啊，我同你講，我都仲未出手啊，佢就幫我殺都突出個腰啊，冇嚟噶。哦，俾啦俾啦俾啦，阿咩係咪？佢講咩咯？你啊咖喱啊，你那啲足夠黐辣噶咩啊？我同佢講咩啊？到我同佢講，你小心，你細聲啲，唔好膽大聲。之前是我讲的时候他叫我小声点，现在是我叫他小声点，你不要这么大声、哦、一会你还transfer去沙巴你就死了，是不是？阿爸爸得过，他还问我阿爸爸得过记得孙话叔都不下爹吗？你看是不是不见不同了，零舍不同了，是不是、不止是这样。我跟你说，我们去最艰难去的地方，我跟阿爹走，我去看那个 Felder之前，如果你叫啊梁竹京又好啊，许春顺又好啊，叫佢插火箭旗，八点插，九点旗都唔见咗啦。哦，真噶，放火烧咗你嘅旗啊！啊，冇搞笑啊，系咪？有一日我同老马一齐去节目，就台上嗰度坐，马啲又，哇，好似个揸 Benz 咁样啊，好似四千 CC 嘅啊。老马九十几岁，你冇睇佢话讲话仲系中气十足噶，系咪？细咗嚟。阿妹嗰個馬來人走嚟講咩咁啊？維 B， 長安乒乓 ，dulu kami lawan Y B，dulu lawan， sekarang kita kawan， kita sama-sama kita lawan Najib， lawan Rosma， kasih amno buci， 唔同曬啊！同你講，我都傻咗啊！哇，不多噶，不多啦，阿爸爸得過。Saya cakap, pakcik, mari ini bayar bagus lah. Ini kali lah. Betul, ini kali lah. Semua orang ini kali lah. So, saya katakan, hari ini kita di sini, sunjuan hal hal, jadi satu kata saja. Ini kali lah. Oke, oke? Jadi ini baik lah. Satu kali lagi kita lakukan. Oke, oke? Oke. Tidak hanya seperti itu, saya katakan. Tidak hanya kong mulian fan, Felder fan. Sekarang saya pergi ke Bakar. Saya pergi ke orang yang menghapuskan saya di sini, Ma Lai Po.佢走過嚟喎 ，Y B Y B Y B， 阿伯，我哋寫多咯，麥子，使用冇得，使用冇阿杜嘅不咯 ，Y B，dulu 啊，一度馬爹朋友馬莎，使用不哩一度一斤金棒，十多 kilo 4.50 ringgit到 ，sekarang ini Najib cukup cilaka 到，十多 kilo 一斤金棒22 ringgit 啊，阿伯，使用冇麥干啊，嘿，我仲同佢講哦，麥子，爭緊啲先，東姑 dulu， 阿伯冇東姑。Mana boleh tahan? Sekarang makan ikan darah, makan rumput lah. Siapa boleh tahan? Ha? Semua ini harga barang naik sampai ha, bapak nama pun tak boleh ingat. Yong yong ye hei ka hei tu kisan fu le jimu. Ikan malai pung bao fan.
我只是问大家金宝的兄弟姐妹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马拉同胞去换政府，我请问大家，你仲等乜嘢？你仲等乜嘢？系咪？如果佢哋都系换啦，你仲坐住嗰度讲唔舍得啊？舍不得你要走，系仲有咁样嘅歌仔唱冇？冇可能啊，系咪？我哋就一齐歌，唐人、印度人、马拉人三个兄弟兄弟同心，其利断金，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开创新的马来西亚，改朝换代，你我期待为了下一代，好不好？你讲好啊，你讲好啊，大家帮手啊，就是看这牌啊，今年大选我们一条心换政府，多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大家一齊去荷蘭啊！你唔好講，你唔好報報税喎、啊。啊，大佬，你有買底褲冇？個底褲你俾有俾老巴先啦、啊。你同你老婆做嘅時候有買嗰個003冇？都愛俾老巴先啦、啊。啊，你而家又係咪你富貴心中嗰度報到嘅時候啊？啊，你報名係咪富貴心中報名啊？都愛俾老巴先 GST 咧。你如果香咗之後係咪？你請嗰個南無佬嚟啊？跌多咯，跌多咯，掂掂掛，掂掂掛，係咪？到愛俾老百姓啊，大哥，醒咗未啊？食鹹魚都俾啦，同你講。但係咧，阿羅斯馬中意食嘅龍蝦唔使俾 GST 喎。嗱，我同你講啊，呢、這個月開始，我哋嘅國家政府而家走水走到冇女係咪？點樣走？而家同你講，之前啊，我哋食嘅 Maggie 麵啊。Maggie 麵係冇 GST 嘅，但係而家走到冇得冇水咗，係咪渣咗乾咗呀？下個月開始啊，食 Maggie 麵啊 ，Maggie 麵窮人食嘅多愛俾老巴先啊！仲有你食嗰個乾撈麵啊，嗰個 Laksa Green 啊，白白色嘅個大條米粉啊，之前唔使俾，因為嚇、啊、平貧民食嘅大家都辛苦嘛，冇俾噶嘛，而家都加埋老巴先落去呀，買底褲又中。買奶粉又中，係咪？買要咩滴滴又中，啊！買咩都中啊！買棺材都中，啊！咁樣嘅政府你仲選佢？咁樣我哋唔係傻係咩咧？啊！你講係咪？所以講啊，唔係俾佢呃阿伯喎，18歲俾人呃到78歲喎，啊！60年都仲唔醒啊！所以而家佢點樣呃？啊！我哋嘅阿志良哥之前係咪？之前嘅金寶嘅國會議員，佢叫個 dance 啲油屎桶嘛，係咪？個油屎桶好有女噶。啊！而家個油屎桶退休咗，咪緊緊個阿良哥出嚟。阿良哥好嘅唔學係咪？人唔可以做鬼喎、啊，係咪？哦，一間板廠係咪？真係喎、哦，一間板廠39個人住喎、哦，我都唔知喎、哦。樓上住吉林人喎、哦，下、啊、中間嗰間住馬拉人喎、哦。留下住唐人喎、哦，真係冇血包啊！你信冇？你信冇？你叫李志良同嗰個印度大哥一齊瞓下啊，同嗰個馬拉婆一齊慳瞓下得冇？我都諗唔通喎、哦，佢哋做得出嘅喎、哦，一間屋39個人住係咪？係咪39個啊？嗰、那個李阿良哥係咁咯，佢嘅助理啊，監監唔似人咯、哦。好嘅唔學哦，人年紀輕輕係咪咩好胃口啊？哎呦，真係呢個後生仔就冇得救咯。佢睇佢時頭咁樣做係咪？佢就係咁樣做喎。佢去華龍山村做村長喎，華龍山村有12條路喎，佢再整一條第13條路出嚟喎。我哋阿波仔住嘅金寶啦，50-60年都冇唔知道華龍山村有13喎。你睇咁樣嘅圖做得出嘅？系咪仲冇相干喎？系咪？佢唔系响呢度金宝人嚟投票啊？佢咩啊？白坑洲入口啊？系咪？佢哋觉得个白坑文东榴莲好食系咪？人都入埋买埋嚟金宝投票啊？你讲呢个系咩嚟嘅？呢个咩政党嚟嘅？系咪？你个笨贼政党，我哋就送佢去富贵山庄啦，好冇？岂有此理啊！唔讲又自火，越讲就越撞火。所以講唔係我哋去撞火嘅之冇，一做到任無可忍啊！啊，任無可忍，無需罪忍啊，係咪？你有似你啊，越嚟越似樣。你愛選你出嚟選，一人一票，睇下邊個贏，金寶人決定，唔係人鬼你決定，係咪？事實上你都唔使投俾黎智良啊！上個禮拜我睇佢去恩加順巴幾開心啊，係咪？嗱，你唔識你好。你選佢贏佢做國議員，佢輸佢做副部長，咁我問你做副部長好咧，做國議員好咧？係咪做副部長好嘛？係咪？所以咧俾佢輸多啲，官民越做越大，咁我叫到墮落，你求神拜佛，照你哋講，冇投我啦，冇投我啦，我輸咗我就喺行後門。嗱，你睇我唔做唔到國議員，我做生議員、常議員一樣嘅，呢個係媽話嘅文化嚟嘅，輸咗冇相干，唔止係男仔係咁樣喎，女仔都一樣喎。女仔記得冇？有一個家爭補選嘅時候，個個名叫周微芬，講古話叫炒米粉。啊，佢中意炒米粉，係咪？炒米粉點樣講？佢選贏咧，做一個州議員家爭補選嘛，記得冇？輸咗更加好喎、啊，輸咗可以去上議院，上議院安家松巴做婦女家庭發展部副部長，幾好？贏做州議員，輸做副部長，所以。下一屆大選，金寶一國三州全部俾國陣輸輸輸，好唔好啊？好唔好啊？
可以啊，大家讲可以啊，靠大家噶。因为点解金宝好重要？金宝爱赢我哋马来西亚改朝换代，净有可能。我同你讲，马来西亚而家政府呢个政府就系老千嚟嘅。啊，听日放假讲多啲古仔俾大家听。唉、哎，今日咧睇到有，我同你讲啊，头先我学一句话啊，华文壁虎，广东话叫冚蛇，系咪？燕蛇喺度，你睇死咯！我都讲福州仔唔可以讲广府话嘅。啊，燕蛇，燕蛇啊！有一日，嗰只燕蛇就喺嗰度擦玻璃，后边咧佢冇注意到，就有只好大只嘅鳄鱼，系咪？鳄鱼睇到，哇，可以食佢咯。但系嘅嗰只燕蛇好奸噶，好狡猾噶，佢知道啊，哇死咯！你如果冇唔快啲。那个鳄鱼一啪撕掉咯，系咪？尸体都冇晒啊，系咪？佢马上转翻嚟，系咪？抱住嗰个鳄鱼，你知冇？盐蛇抱鳄鱼做咩？佢叫佢咩哦？妈咪，盐蛇叫个鳄鱼叫妈咪咯，系咪？那个鳄鱼睇到咁细只嘅盐蛇抱佢做妈咪，佢真系哇感动到，哇个眼泪一滴一滴咁样流翻落嚟。佢抱住佢讲：阿仔啊，唔知道点解你咁瘦咗啊？我哋鳄鱼全部咁肥咁大只嘅，你哋你会搵唔到食啊？变到咁细只咁瘦嘅，我带你翻屋企做啊！我请你食多啲嘢啦。你睇呢条盐蛇几犀利，系咪？鳄鱼都呃得到。事实上，我同你讲啊，嗰、那个盐蛇就阿接哥国陈政府，你哋就系嗰个鳄鱼嚟嘅。你谂住你好叻系咪？啊！最後啊，全部會影呃。如果唔係嘅，啊我問你，如果唔係一個陣點樣呃你六十年啊？第一屆大選係1957年啊，1957、1967、1977，我哋都做咗笨柒啦，係咪？啊，到而家2017咯，係咪？六十年咯，做乜換政府啊？大褲都著爛啦，做乜換啊？係咪？所以講嘛，我哋如果個國家一個國家，全世界民主潮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个是天下大事，改朝换代，政党轮替，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台湾换咯，是不是？泰国换咯，英尼换咯，柬埔寨换咯，最没可能换的缅甸，是不是？军人执政缅甸昂山素质都换咯。我们马来西亚等什么？换政府不会死人的，跟你说，你在槟城如果换了政府，槟城人死了没啊？是不是越卖越来越好，是不是？雪兰莪州的换了政府死了没啊？啊没死嘛，越来越好嘛。欸、我不是说吹水的，我跟你说了，现在你去槟城生个仔给200，你金宝生有给你咩？我们开日日高会给你一斤钱咩？一斤都没啦，是不是？只有你水就有咯，是不是？你槟城生一个给200，生两个给400，是不是？如果年头生一个，年尾生一个，几俗数你知冇？啊，你仲冇相干喎？佢好度报名，点样死啦呢排？啊，同你讲，诶、哎，唔系咩？边个净系白痴唔知道而家回教党同毛统合作啦？啊，白痴都知啊，系咪？如果冇毛统啊批准嗰个咩阿幺幺三五五，你以为系嗰个多多嘅文字啊？系咪？嗰、那个是咩咩咩伊斯兰形式吧？可以相国会咩？冇可能啊嘛，诶，点解可以？毛统马话真诚噶嘛？冇国陈批准，国会可以俾佢通过冇？冇可能嘅事嚟嘅，系咪？佢哋系政府喎，我哋净系反对党。政府冇批准，国会会通过法律咩？有咁系咪？呢个最基本嘅民主常识，大家都知噶嘛？啊，所以而家回教党同国陈一齐好咯，咁样啊，马来西亚有救咯。下一届大选，我哋选边个？啊，希望联盟系边个？啊，林吉祥咯，林冠英咯。啊，仲有咯，路马咯，马爹咯，啊，牛币，你讲换政府，我同个人冇咩信心，但我呢排系咪呢几个月同路马走咗，我越嚟越有信心。啊、我同你讲呢个真噶，真人真事啊！我两三年之前，我个选区系怡宝旧鸡场嘛，咁啊过年过节，我哋咪去嗰个市政厅嗰度啊，搵佢哋啊，啊俾下金啊，啊俾个递急递利啊，就系咁。我之前同佢哋讲政治啊。哦，係咪？哎呦，你呢個只啱啊，咪，嘘，外邊就咁就咁，難啲哦，你都寫緊啲 transfer 啊，細細聲你冇，俾佢攞送金俾佢，佢都唔敢攞啊。今年我去啊，我同你講，我都仲未出手啊，佢就幫我殺都突出個腰啊，冇你㗎。哦，俾啦俾啦俾啦，
阿妹係咪？佢講咩咯？呢啊咖喱啊，呢啊一煮個芝辣加咩啊？我同佢講咩啊？到我同佢講，你小聲，你細聲啲，唔好膽大聲。之前係我講嘅時候，佢叫我細聲啲，而家係我叫佢細聲啲，你唔好咁大聲。哦，一陣你仲轉身去沙巴，你就死咯，係咪？阿伯伯得骨，佢仲問我阿伯伯得骨，見得孫話叔都唔下爹咩啊？你睇係咪唔見唔同曬，零舍唔同咗係咪？誒唔止係咁樣喎，我同你講，我哋去最艱難去嘅地方，我跟埋啲嘢走，我去睇嗰、那個 Felda。之前如果你叫阿梁竹京又好啊，許春順又好啊，叫佢插火箭旗，八點插九點旗都唔見咗啦。哦，真㗎，放火燒咗你嘅旗啊！啊，冇搞笑啊，係咪？有一日我同老馬一齊去節目，就台上嗰度坐，馬啲又。好似個揸 Benz 咁樣啊，好四千 CC 嘅啊，老馬九十幾歲，你冇睇佢講話仲係中氣十足噶，係咪？哇，細咗嚟，阿咪嗰個馬來人走嚟講咩咁啊？維 B， 長安兵幫 ，dulu kami lawan YB， dulu lawan， sekarang kita kawan， kita sama-sama kita lawan Najib， lawan Rosma， kasih amno putih， 唔同曬啊！同你講，我都傻咗啊！哇、哦，不多噶，不多啦，阿爸爸得过，再只夹八千，哇，你呢买阿爸古斯啦，伊尼咖喱啦，不多伊尼咖喱啦，什么人伊尼咖喱啦？所以我讲啊，下一届我哋大选宣传口号就系一句话啫，伊尼咖喱啦，好唔好啊？就系呢摆啦，一次过俾佢冧啦，好唔好？唔止咁样，我同你讲，唔止公务员反咯 ，Felda 反咯。而家我去走嗰個巴沙，我個人去批評我嘅選區馬拉婆啊，佢走過嚟喎。阿 B 阿 B 阿 B， 阿不不你寫多咯，馬吉，再要冇得，再要冇阿杜嘅不得 YB， 杜魯啊，一度馬爹朋友馬沙，再要不你一度一缸根棒，十多 kilo 4.50 ringgit到。sekarang ini Najib cukup cilaka 咯，十多 kilo 一缸根棒22 ringgit 啊，阿不再要冇 makan 啊，嘿，好。我同同佢講哦，馬志爭緊別先，東姑到咯，阿爸冇東姑，馬都不能打啊！而家人麥根，而家人麥根龍骨啊！誰不能打啊？啊，所有啊，呢啲價格，barang naik sampai ya， 爸爸名字都唔記得，樣樣嘢起價起到幾辛苦，你知冇？而家馬拉同胞反，我淨係問大家金寶嘅兄弟姐妹一個問題啫，如果我哋馬拉同胞去換政府？我請問大家，你仲等乜嘢？你仲等乜嘢？係咪？如果佢哋都係換咯，你仲坐住嗰度講唔捨得啊？捨不得你要走，係仲有咁樣嘅歌仔唱冇？冇可能啊，係咪？我哋就一齊歌，唐人、印度人、馬來人三個兄弟兄弟同心，其利斷金。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开创新的马来西亚，改朝换代，你我期待，为了下一代，好唔好？你讲好啊，你讲好啊，大家帮手啊，就系睇呢牌啊，今年大选，我哋一条心换政府，多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我们的大会司仪，大家晚上好。我党本区国议员许崇信医生，双溪古业区州议员梁作金律师，我们的葛兰基区州议员曾富仔同志、崔慈恩同志、曾泽敏同志，在场的所有的支部同志，金宝的兄弟姐妹，大家晚上好。首先，小弟今日觉得好感动，头先风大雨大，但系大家都系一样风雨不改哦，同我哋一齐风雨同行，风雨同路啊！现在雨过天晴，代表行动党，只要我们坚持改变，改朝换代，指日可待，大家都是为了下一代，好唔好？各位，头先我哋嘅呢排啊，呢几日马来西亚风风火火，好多大事发生，最轰动嘅就系呢排有班老千系咪出嚟？又呃到好多人咩？嗬、啊，条你讲啊，俾一俾十蚊攞翻一百蚊，俾一百蚊攞翻一千蚊，啊，又有好多人相信啊，真噶，唔系你信咋？啊，最少有30万嘅人，一间公司可以呃30万嘅人，哦、啊，好多人而家都系中咗咯，系咪？中咗招咯，啊，我同大家讲一个古仔先吓，哦、啊，嗰日金宝有一个乞衣嚟，知冇？佢新生嚟嘅时候，冇人相信佢。佢同我講：你俾我一蚊啦，你寫低嗰個一蚊後面寫你嘅名地址，我揾到女就俾翻你。咁我有幾個人就可憐佢，就俾咯，係咪？俾一蚊寫個名啊，梁作經電話號碼寫埋。阿美係咪嗰個乞衣？哦，佢收工嘅時候有 Benz 嚟載佢，知冇？個 Benz 嚟載佢，佢就一間一間屋去派女，知冇？之前啊，嗰、那個梁作金、梁作經啊，俾10蚊啊，佢就俾翻佢啊11蚊啊，哇咁樣！但大家全部有收到女嘛，係咪好歡喜知冇？咁啊，第二日嗰個乞衣又嚟喎，佢講咁樣啦，你哋今日俾我50蚊啦，我俾翻你100蚊。哇！咁啊，人哋睇到，誒，尋日佢講俾有俾嘛，嚇靚喎，係咪信得過喎？哇！咁樣就俾佢50蚊，佢又寫低嗰個名知冇？啊，有冇由一間一間屋去揾你啊？你俾佢50蚊，佢俾翻你100蚊，哇！爽都唔識得講啊！第三日佢又去金寶個巴沙，唔使佢打廣告啊！全金寶嘅人啊，一聽到佢嚟啊，財神爺嚟咯，快快脆哦，係咪？同佢講啊，哎呀，今日俾幾多？今日俾200得冇啊？冇俾我咁啊，冇俾50咯，太少喎、啊，俾多啲好唔好？咁佢又收咯，收200蚊。咁你佢又俾翻你喎、啊，200蚊俾你400，你俾佢400，佢俾你800蚊。哇！大家歡喜到老豆叫咩名都唔識得講啦，係咪？咁樣過去係咪成個月過後啊？佢嚟翻嚟嘅時候啊，佢金寶巴沙唔使講啊，同你講啊，金寶排隊到怡寶啊，因為大家知道有寶就唔好走寶啊，啊有金寶又有怡寶，係咪？大家就唔使走寶啊，就排隊排到怡寶，全部人都嚟啊，成個市場啊爆曬喎、啊，哇嚟咯批錢咯、啊，嗱呢排唔係喎，嗰、那個 Andy 係咪？唔係梁作經啊，有啲係咪金寶裏邊嘅物質啊，沙窿攞嚟當啊，攞嚟賣啊，有啲棺材啊，棺材本全部攞出嚟啊，後生仔啊，老婆本都老俾曬佢啊。我係知道嘛，今日俾你10000係咪？聽日攞翻100000喎、啊，哇係咪？老豆叫咩名都唔冇中意唔重要啦係咪？阿尾咧過一個月過後啊，嗰、那個乞衣又嚟金寶業，哇全部掃曬，咁咪等嗰日就31日31號啦係咪？咁我等大家等一號咯，一號嘅時候啊，哇全部人嚟排隊，一號個乞衣走唔見咗咯，影都冇曬咯，係咪？啊！我講嘅係咩呢？影都冇曬咧，阿尾咧，淨大家睇報紙就睇到，哇！嗰日佢俾金寶嘅人俾咗400-500萬，而家佢掃一掃係咪攞咗4-5億走人咯？啊！呢、這個就叫咩嘢？呢、這個叫老千係咪？呢、這個叫老千就係、是、呢、這個叫 money game 啊 ！No money no talk 啊！啊！你講係咪啊？呢、這個啊老千唔係嗰個細嘅，你知冇？事實上啊，而家你睇馬來西亞咁多老千啊！個個都係同邊個學嘅，知冇？個個都係同我哋嘅阿接哥學嘅。阿接哥就係全馬來西亞最大嘅老千 ，OneMDB 就係全馬來西亞最大嘅老千。我點樣講啊？誒唔係喎，我同水巡許崇信醫生，我哋兩個傻佬去國會裏邊就粉呢個阿接哥。誒佢好大聲同我哋講，你睇。阿哲哥講咩啫？佢講我哋 OneMDB 係馬來西亞最成功嘅經濟奇蹟嚟嘅。嗰間公司係咪本錢100萬，而家資產超過500億？
唔係 money game， 幾犀利係咪？一百萬變到500億喎！你睇馬來西亞邊個最犀利搞 money game？ 阿接哥啦，係咪？但係佢有500億係咪？係假嘅喎，唔係佢500億資產喎，係爭人哋500億啊，大哥！阿妹呢500億咧，邊個係最大嘅傻閪？投俾谷陣嘅最大嘅傻閪啦！因為點解？你咁閪嘅你老豆俾咩？你以為阿接哥自己俾啊？你俾嘛？嗱，今日報紙睇到咯，係咪？呢個 money game 爆咯，爛咯 ，1MDB 嘛？哇！個個人咩咩姐姐啊，諗住定人哋仲諗住係台灣嘅歌星姐姐領專輯喎，係咪？咪姐姐喎，姐姐普通人喎，嚇！啊，仲有一個話，他的裝扮人名字都很搞笑，名字叫李宗盛。你如果幫我找到李宗盛，記得叫他找林憶蓮幫我簽名一下。哎呀，呢個馬來西亞真係好，一日唔死係咪？日日都有笑話嘅。哎，我同你講，個個睇到阿招哥呃咗冇事喎，係咪？做到大佬簽冇事，咁樣大佬簽冇事，同人一句話講嘛，上梁不正下梁歪。大佬啊，老大是这样，下面各个老千跟到，哇 ，1MDB 咁好搞，搞咗500億，我哋唔出嚟炒5億10億，对唔住自己老豆啦，系咪？所以讲死唔死啊？你拣到咁样嘅，而家呢个500億边个俾啊？今日睇到报纸得，终于啊，你傻閪醒咗未啊？我系问啊，真噶，仲有人仲十分唔醒噶？嗱、啊，今日报纸叮叮咯 ，1MDB 爱俾几多女？哈！呢、这個12月啊，俾啦，12月清明節過咯，燒錢連羅王都唔會收啊，係咪？啊，新聖誕節嚟嘅，聖誕老人同你收現女嘅，唔同你收嗰啲吉嘅。啊，我俾邊咁俾？俾幾多女？35億美金乘四啊，100多億。呢、这個錢點樣俾？我哋發火箭黨就去查，發現到呢個又係另外一個大佬簽嚟嘅。之前 1MDB 同呢間公司。哦，嗰、那個係阿拉伯佬嚟嘅，阿布達比嘅，叫咩 ？IBIC 嗰間公司 ，ICBC 啊，啊，係咪簽咗合約喎？假嘅合約喎，後屘過咗數嘅喎，之前已經過咗數喎，35億美金，100多億，你俾你老豆、你老婆、你老公俾噶，俾咗100多億係咪？而家係咪？佢講又愛俾第二擺喎，之前嗰個100多億就係咁樣算曬咯，算數咯，再俾多一個。就好似講你買一堂車俾兩次女，買一間屋俾兩次女，你制你制唔制啊？你制唔制？一定制啦，係咪？但係我哋就有咁樣嘅跟襯政府、笨賊政府，當我哋係傻閪嚟噶噃。而家就係咁樣啊，唔係咩？係咪？係咪？係嗎？報紙都有登咯，而家電視都有咯。嗱，咁樣搞落去嚇、啊，我同你講，恭喜發財咯！啊、今年大選如果呃嗰只雞唔死係咪？啊，河馬繼續係咪？我哋馬來西亞咧，恭喜大家啦 ！GSD 起到18先。
请读书，林冠英又俾你1500蚊喎。哦，喂、哎，阿妹有冇相干喎？做工嘅时候咪啊？如果你系嗰、那个揸的士嘅，林冠英一年俾你650蚊。如果你系捉鱼嘅，哦，唔使自己嗰、那个啊，捉鱼嗰个网啊，都唔使买啊。年头林冠英送一摆俾你，年尾又送一摆俾你，系咪？如果系嗰个拉三轮车嘅，更加着数。林冠英一年俾佢1200蚊，咁样话唔知住，咁样有俾之冇？啊！家庭主婦啊，翻屋企湊仔啊，老公冇出糧俾你啊，阿林冠英都出糧俾你喎、啊，係咪？家庭主婦基金每一年俾100蚊啊，唔係講等遞選喎、啊，每一年都俾你嘅啊。嗰、那個咩啊，老人家老年人士60歲以上有名嘅，直頭俾一屆遞選5年俾500蚊俾你，1年100。州政府啫，州政府冇女嘅，檳城細細個州都可以俾到喎。哦，雪蘭俄州更加犀利喎，雪蘭俄州哦，如果唔止講生仔有分，係咪做工有分、讀書有分，林檳城俾嘅雪蘭俄一樣俾。而家雪蘭俄州更加犀利嘅係咩？知冇？結婚都有錢分啊！啊，三郎哥俾750蚊，三娘又750蚊，仲未擺酒，佢仲未去金陵擺酒就收咗1500蚊，好唔好啊？爽唔爽啊？愛唔愛啊？愛係咪愛做乜嘢啊？换政府啦，好唔好啊？诶、欸，唔系咁样啫，但系先讲明喎。啊，吹小三冇得俾喎。啊，你跌翻第二次冇得俾喎。吹第一个老婆有俾啫嘛。啊，先讲好嚟啊。啊，都冇相干。阿妹系咪生仔有，做工有，读书有，结婚有，仲有死咗香咗啊？有咩冬瓜豆腐，政府都俾。槟城州细细个，俾几多女？1500蚊。雪兰莪州。有更加管理得更加好好啊，更加多資源啊，俾幾多女？2500蚊，死咗咪棺材啊，州政府都俾啊，啊2500蚊，寫白金俾你，祝你一路順風，唔係咩？唔係一路順風咩？啊，去邊度我就唔知啦，上天落地唔知啦嚇，啊呢、這個我唔知道，但係點解我問大家點解換咗政府？頭先我哋嘅呢個國會議員講，哇、啊，金寶培元讀中好慘啊，係咪年年都籌款？你睇我哋檳城同埋雪蘭俄州嘅讀中幾好命啊！而家每一年啊，制度化撥款變成四間讀中，一年200萬，一間500千，不用籌款，時間到，林冠英錢就送到，你講爽不爽？講到做到，有料到，愛唔愛換政府？雪兰莪都一样，华侨也一样啊，印度小学啊，格拉达咩，就俾全部公平，连国民型改制中学也给，这就是换政府的好处。咁我话你问我，诶、哎，咁我哋乱咁洗女，政府咪好快冇女？唔系哇，你睇槟城州之前边个组？之前嗰个民政党、蚊政党嗰个许志庚，系咪？许志庚啊，鼻空大大嗰个啊，哦，佢做啦，谷阵做50年啦。剩翻幾多女？6億唔夠。哦，頭先我打俾林冠英，佢同我講，而家我哋班成州咁樣俾女俾人民，但係咧政府冇走水，所以有水可以分水，大家就一陣唔使散水，仲可以捐水。啊，你睇幾好啊！班成州6億邊度？16億。雪蘭莪州，雪蘭莪州幾多？雪蘭莪州犀利咯，俾到咁多女係咪？之前嗰個掹牙佬做嘅時候，50年剩翻8億。今時今日啊，個多喲做咧就剩翻8億。今時今日，阿斯賓阿里做剩翻34億。你唔相信自己去國家銀行查，全部有嘅。所以馬華呃你換政府會死噶，換政府底褲冇得著啊！但我同你講，換政府佢哋就冇得著底褲咯，你哋就好日子過啦，係咪？所以佢咪呃你咯。檳城雪蘭莪州點樣做？我哋北拉州一樣會做。北拉州做11個月，我有信心，我哋不只會做得比金檳城好，我做得比全馬來西亞最好嘅州政府就係我哋北拉州。唔似而家黑人牙膏做死咯！你睇我哋呢、這個做乜鬼？北拉州之前最有錢嘅州，搞到而家今時今日，成馬來西亞最大而窮嘅州，最窮嘅州係東海岸紫蘭丹最窮嘅北拉州。後面算的來第二名最大二窮的我們的州是不是說到不老人相信、啊、
有啊，超過三分之一嘅人每家庭每家每個月賺一女少過2000蚊。我哋彼得州哦，呢個州政府吹水就一流啊，可以空土支票。頭先嘛，我哋嘅許仲純醫生講多咯，係咪？金寶醫院而家咯啊，燒嗰個銀紙就有啦，啊醫院就唔見咗。唔係你金寶呢度冇啫，我今日就同你講啊，國陣政府點樣呃我哋彼得州人民？2006年。佢就应承宣布我响边度起新医院巴黎半德。2006年啊，到今时今日11年啦，系咪？巴黎半德医院响边度？响中国，唔响呢度，冇得起，冇啦。第二个，2011年、2012年响金宝，四个部长嚟又宣布啦，系咪？2012到今时今日，金宝嘅新医院响边度？新医院又冇啦，又呃人啦，系咪？第三。2013年，佢又宣布咯，佢 Sri Iskandar，Sri Iskandar 怡寶呢度可以半個鐘，係咪 ？Sri Iskandar 喺新嘅醫院，今時今日已經2017年啦。醫院響邊度？富貴山莊就有啦，醫院就冇啦。唔係呃一間啊，每個地方都呃啊，同你講。嗱、啊，之前又宣布咯，係咪？宣布咩嘢？我哋俾得走去 Sri Iskandar 喺新嘅國際機場啊，機場啊。飛機就冇啦，放飛機就有啦。個每一次都係呃我哋，呃到60年，仲有人仲唔醒嘅，我都唔知諗乜嘢，係咪？仲等乜嘢？等到幾時？我哋馬來西亞而家出名，我同你講真嘅好出名。我去到邊度啊？親嘅講到我自己係咪甩蛇都唔可以講。我去年去咗歐洲攞 passport 出嚟。個 immigration 睇到 ，Where do you come from？ 我好大聲 ，Malaysia。嚇、啊、，You come from Malaysia？ 佢有錯。Stop， you go， you go。幾冇面你知冇？人哋睇到笑我哋啊！我哋馬來西亞嘅首相係賊嚟嘅。我膽大聲講啊！你以為馬打唔拉我？我都拉咗11擺咯，大哥。哦、你仲笑啊！我拉你，我仲拉你就笑啊！岂有此理啊！啊，火箭黨幫你犧牲啊！咁樣求你一張票都咁艱難咩？係咪？我哋可以企喺最前邊，咁樣啊支持一下。我俾我好公道嘅，你俾火箭黨做5年，做政府做5年，你做得好，你繼續支持；做唔好，你換翻國陣，公道冇？公道冇？公道咁樣換啦，公道係咪？好公道噶嘛？你俾佢60年。我政府是他老豆的，不可以換的。回購黨不換咯，回購黨。啊，回購黨暫遲啲講。我同你講，回購黨而家就係同馬華一起瞓夠噶啦。啊，佢今時頭先已經宣布啦，佢同公正黨一刀兩斷啦。啊，靚咯，咁樣啊，咁樣嘅局勢就好清楚咗咯。啊，下一屆大選係咪就係、是、白吉登希望聯盟對邊講？國陣加回購黨。啊！而家馬華蚊精就係換回購黨一齊，愛來愛去，包在一起，哈哈，睇佢點。